主料，银耳一朵，雪梨一个，辅料，桂圆，红枣，冰糖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好雪梨、银耳、红枣、干桂圆去皮备用。准备适量冰糖，银耳用温水泡发，雪梨去皮后切成小块，将银耳撕成小块，然后放入大枣和桂圆干，加适量水煮开。开锅后改成中火炖上30分钟，煮到银耳粘稠后加入雪梨再煮10分钟左右。好了，烹饪技巧，银耳多煮一会才会出胶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